就是很高兴的，就是参加这种旅行社啊，心里好高兴啊，就只是说不得其他的，就是高兴嘛。因为我们也刚刚知道咱们中国的这一带一路啊能开到老挝去，而且呢两边的那么友好，尤其是百姓能到老挝呢能学习学习他们的传统文化。今年呢推出了这个属于我们专门的这个我们的专项旅游一个创新，它就是国内的旅游专列再加上出境的跨国列车。